还以不遮华严智慧，何罗蜜华严多比岩，为诸众生灭世不遮沦落于生死明处岩。咱常常讲智慧，智慧呢在梵语啊，叫做不遮啊，不遮经文的内底啊，时时都看会到不遮婆罗蜜啊，其实呢，简单叫做智慧，婆罗蜜啊，就是道比岩，意思就是讲，运用智慧呢，将凡夫初见到圣人的比岩去，这就是叫做不遮婆罗蜜，梵语不遮华严智慧。那这不遮是咱学佛者所追求的方向。凡夫啊，所以烦恼，所以无明，那就是因为咱也未得到智慧啦，因为咱也无法度将凡夫的处境渡到圣人的彼岸去，所以不遮婆罗蜜，咱总是一个希望，一个方向，咱也搁伫咧努力修行中，因为咱是众生，这个众生啊，迷失的不济，因为咱的航道啦，在这个茫茫大海中，这只船呢，何去何从啊？方向啊，已经失去了迄个导航，所以啊，咱永远啊，都是沉沦沦落啊，在这个生死的处境，就亲像过去破树立王，佛陀呢为伊说法啦，听得呢真欢喜哦，伊呢就向佛陀用最虔诚的心啊，向佛陀安尼讲，不啦。每次我若来到这听佛讲法啦，我就是法喜充满啦。只可惜我国事啊，担心也那每一回啊，爱来到佛说法处啦，总是爱需要有时间。一滴，一个心愿困求，会当佛陀啊，予我三个月的时间来讲法，也我都会当日日呢来听闻佛的说法。佛陀答应啊，破树立王啊，真欢喜，三个月呢，一直听佛说法啦，伊呢真欢喜啊，
就来向佛陀，阿弥陀佛，佛陀啊，我三个月的时间啊，功德圆满了。那么佛陀呢，就向国王阿弥陀佛，国王啊，修善积福啦，无有疲厌。你爱发大心，做善事啊，弘扬佛法是长时间的代志，无有限量啊！你那一讲，安尼就功德圆满啊呢？啊，国王听到呢，啊，赶紧向佛陀啊忏悔哦，向佛陀啊发愿呐。我生生世世永无穷尽，听佛闻法弘扬佛法，善事我生生世世，这安尼讲啊，了后呢，其中呢就有一位呢，有一位这。名叫做迦犍延的比丘尼，伊呢从大众中起，他就用着真虔诚的心啊，顶礼佛啊，然后呢合掌禀报佛陀，讲出了家己过去生中三十一劫以前，有一尊佛叫做观世音如来。迄个时阵，迦犍延比丘尼名叫做顺翁，是一位罗卜。看到佛陀，伊立声来吐破啦。他就向这尊佛呢，恳求啊，讲我虽然呐、啊、是真辛苦的咧劳作的仆人，但是看到佛的庄严，我心生欢喜，有安尼的心愿，我想。要向佛供养，希望佛陀你会当予我用粗饭啊来供养这尊佛啊，欢喜接受啦。伊呢就向着这尊佛发愿，发愿愿我生生世世。会当有这个机会呢，都来供佛，愿我生生世世都会当行持善业，愿我生生世世都会得听到佛法，愿我生生世世唔通堕落恶道，我会当伫人间呢。听法弘法啦，伊讲安尼了后啦，就向释迦牟尼佛讲：啊，我从安尼三十一劫以来啦，我拢无有堕落恶道，我生生世世呢都在人间，无佛世时，我也会当呢。将这个佛法的道理啊，那看人间世界呢，我真清楚，我就是生生世世为善呐。啊，有佛出世的时呢，我会当搁再听法，感恩佛啊，佛法呢引导我啊，有一个方向的。
茫茫大海中啊，亲像一只船，已经得到导航啦。所以我一直呢靠彼岸啦。所以今生出世呢，一旦得悟释迦佛，出生人间来听法，所以我会当了解佛陀所说法。释迦牟尼佛啊，听到迦旃延比丘尼安尼讲了后啊，他就讲迦旃延比丘尼啦，从三十一劫前以来，生口以三业呢，都是行持佛所说的法，以教奉行啊。伊就安尼讲，在我声闻弟子中啊，闻法得解呢，那就是迦旃延比丘尼是第一人啊。这也是一个证明啊，修行啊，在无量寿劫啊，尤其是现在受记迦旃延这个时阵，伊嘛是爱搁再经过了八千亿佛这个长久的时间，那每一尊佛出现时，伊爱恭敬奉事诸佛。每一尊佛灭度了后啦，伊爱搁供养啊，其他庙吼啊，这是咱讲过去啦。诸佛灭何国其他庙，过千有损。穷空正定五百有损，金银琉璃奇奇玛瑙珍珠玫瑰等宝哦，等等啦，用这个七宝合成来起塔庙，这是前面所讲的吼。生生世世修行，生生世世会当呢悟到佛法吼，好，这是真无简单呐、啊。就亲像迦旃延比丘尼伊个因缘呐，就是安尼发愿，生生世世当着佛法，那会当呢供养佛法吼，佛法精。那无佛法精啊，修行者伊拢总是供养行识善业，这就是证明啊。咱若发这念心呐、啊，生生世世吼，那、啊、这个供养啊，就是用最珍贵的物资来供养。那下面一段文再讲，除了七宝。来起塔庙啦，搁在呢，种花迎绿，稻香月香烧香，境界同欢供养塔庙，唔只是塔庙起起来啦，也搁时时呢，用遮尔正多啊，世间的宝啊，安尼呢来。供养吼，那这个种花迎绿，意思就是讲用真多的种啊，是最珍贵、庄严的宝花。咱若看上水的，伊就是叫做宝啦。咱感觉真价值的物件，拢是叫做宝，所以。种花结宝璎珞，吼、哦，这个不管是花啊、
或者是璎珞宝物啦，还璎珞呢，就是玉类啦，吼，这个玉啊，吼，那拢总是伫身躯里，亲像安尼伫咧装饰，装饰伫身躯的宝物啦，伊嘛甲摕来供养啊，啊，稻香呢，蜜香、芍香。这呢，就是木类啦，香的茶，稻香就是这个茶烟粉啦，会当抹伫身啊、手啊，安尼呢，啊，真香的物件，这叫做稻香来供奉啦，这稻香啊，就是。表示清净的意思吼，人的这个身躯啊，那老干啦，身躯发臭呢，啊味都无好啊，啊那要来见佛啦，都爱身躯清净啊，要来到寺院呢，也嘛都爱清净。所以除了家己的心清净，稻香啦，同时呢，嘛甲这个清净的物件来供佛净啊，所以稻香来供佛吼，就亲像世间啊，这个香啊，会当清净果位吼，消除热闹。这个香茶的抹啦，安尼来抹这个身躯啦，那气滴呢，迄个五味吼，那抹香啊，就是细抹的香，安尼解累可以，安尼真油吼，啊，这丁香、檀香啦，等等呢。做做香，就来给烧点火啦。啊，一出来这个香的香味吼，用安尼来供养吼，总共一句，那就是提起了迄个五味干净呢。那搁再有这种香香的味吼，这就是表示呢。最尊敬的心，世俗啊，那是伫咧要拜佛、拜神、拜佛入寺院啦，爱就是点香拜拜，这就是表示呢要恭敬啊，这是咱世俗人吼、哦，那表达虔诚的意思，所以目的是。不提起了邪气，其实邪气要用真正的正法啊，来提起了迄个邪知邪见吼，那应该是以第一义体啦来说吼，那修一切功德，这表示虔诚，呢，这也是。功德之一吼，唔是讲吼，啊，这安尼烧香啊，伊就会当低下去，是讲伊的虔诚来听法啦，啊，来供养正法，那和正法呢，会当安尼延续落去，这是真正的功德啦，所以香。香味啊，伊会当遍一切处吼，精解动欢呐，啊，就是布类用最高级的这个色来接啦吼，然后呢，它成为动欢精解呢，就是以金箔所做。就是用最高贵的布料来做吼，这个盖甲欢吼盖，就是亲像
日头来的时呀，啊，就是用一支线啊，一支杆吼，啊来热热。古早呢，那是有大官或者是呢，较贵重的人物啦，啊，都特别用这个杆，何况呢，对佛的恭敬嘛是同款啦，用这个杆吼。就亲像雨伞共款啦，这或者是动翻吼，这就是表示呢，因恭敬吼，啊真老热啦，啊真尊重，用这种的方式供养他庙义佛，心情极灭火，这款这起这个塔起庙啦吼，完全呢。就是供佛经，不管是佛在一时啊，起佛堂吼啊，或者是呢净舍佛灭后啦，就用塔庙吼来供养。这塔庙呢啊，也叫做董塔。下面再讲吼，过世以后啦，董佛。供养二万亿佛，亦复如是供养四诸佛意及菩萨道。这就是表示啊，时间爱阁真长，毋是八千亿佛呢，安尼就结束啊。那也阁啊，有二万亿佛啊，时间真长啊。这八千亿佛过后呢，爱阁其他供养，啊，阁再过后呢，又是阁再等到二万亿佛，安尼呢，时间不断呐，拢总呐生生世世即菩萨道啦，这安尼才是真正因行圆满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家前缘啊，这么多修行这么好的人啊，而且呢，听佛闻法传法说法啊，这么清楚明白啊，伊呢，都是爱搁再经过这么多佛啊。咱想咱家己呢，咱现在要还佛啊。干那讲哦，听几句话啦，或者是呢，讲传几句，师父安尼讲，讲佛法是安尼修，干那安尼呢，传，啊，就以为讲哦，安尼咱是伫咧修行啊，其实呢，一行未修持啦。因为咱也无耐心啦，也无真透彻吼，真正实现行呢，咱有做到也无。虽然嘛有真侪人已经呢，伫咧修实现法啦，但是伫实现法伫咧修，咱烦恼呢有伫咧起伫也无，所以啊，咱。安怎样会当讲吼来修佛的慧命呢？要安怎样延续不多呢？敢那会当一句的开叹难呐、啊，真难。所以讲啊，难修行，唔只是敢那表面上啦，拜佛的表面上，那修行呢的表面上。咱必定呢，爱用至诚虔诚的心。你若有虔诚的心啊，才有法度接受道理入心来啦。这呢，就是咱爱用心吼。所以讲，过世以后，当福供养二万亿佛，亦复如是吼，就是。以佛心情
及以灭火啦，所修共用如前无疑吼。那同款啦，前面的八千一佛，后面的二万一佛，安尼呢，在修的行共用的心，拢是同款。所以讲修行都是安尼，这么耐心嘛，等于呢是两万八千一佛啦，这么长长久的时间吼。那么共心是地，共用的心嘛是地啦，这个心，但系当发自内心的虔诚，这就是地。那么书用书就是讲付出啦，做大事啦，这种奉书共用，这都是福。所以人讲用虔诚恭敬的心来接受法，这就是智。那闻法者，咱都爱会晓说法者，也当传法的人吼，这就是人人听闻佛法，爱用奉事恭敬的心，同款爱遐尼恭敬心啦。唔是讲你接近佛啦，你一定咧都是爱用遮多遮多的宝物吼，有形的宝呢来供养，唔是安尼啦，是人人爱有这份恭敬心。过去嘛讲过去，你的供养、敬的供养，或者是行的供养，三供养中啦，是行供养呢最重要。有行就有敬啦，你身体力行，依照佛陀的教法呢，安尼来修行，这呢就是真正的供养吼。所以供养是诸佛意啊，具菩萨道都爱身体力行，这是最虔诚的心啦。所以供心是地。恭事是福啦，具足行是菩萨道，会当遮个行拢具足，这叫做菩萨道。哈，听起来好像呢，这都无虾米个知识啦，伊个理是真深啦，将一切的宝物化为虔诚的心，安尼呢，时时奉事。佛法，安尼身体力行，这呢就是最高的供养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。